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场，我希望他可以一同参与。很感动耶，能够跟你一起共舞，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男生要贴心一点，懂吗？不要傻傻的自己就拿起来就喝了，然后你看他，他看你，当然是要先问他要不要喝，然后呢自己再。除了跳舞之外，怎么可能这样就让你捧下去，对不对？既然他都来了，我就接下来演唱这个歌曲呢，很特别，就请大家借由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欣赏，还有聆听这首歌曲，听见下雨的声音。而我听见下雨痛的声音，想起你忧愁。